次给他来就直接成功。两发。今天我们来到台北的圆山大饭店。圆山大饭店成立于1952年，由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所创。经典古董车特展呢 ？BMW。1974年的 BMW。哦，感觉离你。他把外面这个围栏也做到极致啊，耶，很特别吧？特别。哇，1974年呢，比芭比还要大哎。这前面那个应该是挡那个挡别人车子撞过来那个玻璃，车子不会被撞到的，对。答对了，防撞感。它有碰瓷的。它有碰瓷的。碰瓷的。碰瓷的，如果靠太近的时候。会被割到。对，正大厅右侧的圆圆餐厅，江浙佳肴，北方小吃。主厨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曾嘉欣。曾嘉欣主厨。嘉欣。有五个字，十分特殊。嘉欣。嘉欣吗？嘉欣呐。哇。嘉欣。今年我们大家都。加薪好不好？好。我们吃早餐的话多少钱呢？一个人只要小孩380，成人760，有点贵。那晚餐呢？对面有这个甜点。每日出炉新鲜的主厨手做面包，当日现做好吃的面包，给您一天满满活力，还有好吃的甜点。这小颗要75元啊！一小颗哦。这是甜点。芒果马卡龙，我们等一下有房间的时候就可以去房间那边休息了。14层宫殿式大楼，红柱金瓦，气势恢宏，是台北市的代表地标之一。你要干嘛？妈咪正在 check in。在哪？在那边排队啊。圆山大饭店的位置，原是台湾日治时期的台湾神社所在，1945年改为台湾大饭店。圆山牛排馆，请看那里。哦，在那边可以吃晚餐哦。那里可以吃牛排，好吃的牛排就在晚上会拍给大家看。牛排哦。那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台北的圆山大饭店，这个可是很传说的一个建筑物呢。他说是大饭店，可是你看那里，这根本就像一个宫殿吧？皇宫哈、哦，对，有没有？有点像庙宇。可是你看那里，圆山牛排馆，嗯，很有趣的。1967年，圆山大饭店获得美国财新杂志评为世界十大饭店之一。这个可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台北住大饭店呢、啊。对。你到另外一个地方玩，还要搭接摩托车去。真的、啊？对啊，还要再搭。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玩啊。就是去，那就是如果去打足球、打棒球，还要再搭接驳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啊，真的假的？真的，太牛了！打足球还……待会不要破坏，先拍里面的东西哦，不然我们会把两个我们升级豪华精英房哦，两个双人床哦，啊，三井房有浴缸哦。三井房有浴缸，没有四井，三井。三井已经是7到9楼的最高楼9楼，走廊这么宽哦，919这么宽，就是舍不得建一个游乐设施。919先敲敲门，有人在吗？有人在吗？等一下，等一下，你们今天入住的饭店是圆山大饭店，好旺旺，好进来啦，3、2、1开始了，玩手机，欢迎光临。好，请进。好，请进。不是没有浴缸吗？有浴缸。可是我们这浴缸完，用看，再往后转，然后睡觉。哇，它直接从那地方直掉下来。好，看一下哦，有浴缸，还有哦，干湿分离。你看这浴缸这好大哦，竟然放很多东西。哦，果然是五星级饭店就是不一样了。
五星级方也是真心吧，我是。哇，红酒杯。哇。哎，我现在是要收费的哦。对啊，那小心哦，用坏了他会叫你赔哦。这还要收费哦？不是啦，他会借你用杯子啊，你用坏了他要赔啦。你不那个东西、就是，他大毛巾还要600。大毛巾600元。不是，你给人家中毛巾拿走了，你就是要付钱。250元。那个浴袍你使用的2700。眼药可以带走。哇，这还有电话。对，大老板，你要在这边办公吗，大老板？嘿嘿嘿。USB 啊，商品订购单呢、欸？这有 USB 啊，商品订购单的话就是说哈，这 USB， 如果觉得喜欢的话，就可以买东西回去哦。还是 USB 呢？我贼好。嗯。你看这 USB， 因为很多人啊来这边有没有是来办公的、欸？他是来台北办公的，他晚上的时候他还是要连线打电脑，懂吗？那个还要开会。所以你看这里有电线，你看。这里有什么？你看，它写 USB 的了。哦，哇，高科技耶！高科技的桌子。哎、欸，它连在一起的。哎、欸，它的那个什么桌球桌什么还要再做？这个是做什么用？什么意思？撕开？不行！它这个是告诉他那个什么卖家的位置在哪里，你知道吗？有些人要祈祷。哦。有些人要祈祷，你知道吗？哦。要圣典，有些什么回教徒啊，还是什么伊斯兰教之类的，伊斯兰，嗯，他们有朝向哪边要拜拜的那个方向，知道吗？他会有些是贴在这种桌子办公桌的这边里面，有一种是怎样，在哪里？天花板上面，哇，天花板上面有一个箭头，那个也是这个意思，知道吗？这是升级的豪华。套房哎、欸！你看这里的冷气，这连起来。那外面呢？猜猜看外面的风景是怎么样？哦、我们看那个厉害东西耶，这个冷气。哪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十个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嗯。会不会？按下开。往下，往下是开。嗯哦、oh. ，好，好，我们出去外面看一下。哎、欸，不要。这感觉一分钟就睡着了。一分钟就睡着了。之前有一个很烂的拖鞋，他叫我玩。我从头到尾都很想拍的一间饭店呢、欸。真的？你不觉得吗？他跟我们一般住的商务饭店不太一样啊，从头到尾都是。惊喜连连呢！由建筑师杨卓成设计新建的14层中国宫电视大厦落成。哇，哎、欸，你看一下外面。饭店的建筑上采用相当多的龙形雕刻，故有人称此饭店为龙宫。不会啊！又好，要赶快帮你拍照，赶紧站好，帮你拍照。我上哪边？哪边？好，现在我们已经到我们这个圆山联谊会。圆山大饭店的旁边就是一个圆山联谊会。这里是游泳池，对，那也是这样，这是健身中心，那1.4米，1.4米，然后你看旁边就可以看得到圆山大饭店了，有没有看到？对，在哪里？我们住的饭店的方向就在那里耶，有没有？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士林夜市，士林夜市，我刚才从我们的圆山坐到我们这个剑桥。建坛哦，建坛，对，建坛。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拿我们这个中信兄弟的卡去刷一下我们的这个悠游卡才可以过去。悠游卡要来去那个出站。对啊，因为我的卡我忘记带上，放在饭店。哎呦，傻瓜，后面有傻瓜。看人山人海。嘿、hey, ，我们来到士林夜市，准备要吃晚餐啦、哦！士林夜市是台北市内最大，亦是全台打卡次数最高的夜市地标，也成为台北市民夜生活的经常去的地方。气势瀑布，一次给他来，就直接成功。两包，包出来了，耶！两包，耶！耶！耶！
娃机掀起一亿风潮，我们去逢甲也有夹娃娃哟，欢迎去看看影片哦。喜欢我们的人也要继续支持我们音乐，还有按赞哦。什么？它重量？夹一个又重到活啊！耶！它这家店很好夹哎。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哪一个？哦，小泡芙哎！我去换呢，去换去换，来，我去换，去换我的十月，去换去换。换钱是不是？对。哥哥。这是什么？妈咪，妈咪要，妈咪要去夹泡芙。谁不要？站站好，站。你觉得能夹吗？耶、yeah, ，好玩好玩。去哪里？现在去哪里？没关系，后面还有了，慢慢跳嘛。没有，我见过。好不好玩？好玩。耶、yeah, yeah, ，开心。那我夹中就是开心，开心。哎，真的哎。哇！啊，他们拍完大头贴，啊不要了、啊。花钱还不要？可能觉得拍的不好吧。哦。是吗？没事啊。好，那你走了走了。有人觉得不好哎、欸，你觉得呢？我觉得很不错啊。还不错啊，我靠，士林夜市好不好玩？超好玩，我一次中两包，超爽，很开心，对不对？贼爽。阿辉面线，这个还可以来配啊，这个哦，这个可以哦。居然是米其林餐厅呢！阿辉面线，米其林指南推荐台湾小吃，一碗30元，记得加辣酱。庙口肉圆也是值得坐下来搭着四神汤，享受着夜市美食。我们在士林夜市吃的牛骨王哎、欸，你有吃过这个吗？没有。它的外面是酥皮，然后里面是浓汤。对。对。好，可以拿一下来试试看，它感觉怎么样？没差。哇，特脆。哇。又把面皮压下去，按面皮混着浓汤一起吃。今天我们在这叫酥皮浓汤士林夜市吃的是牛魔王，看哦，好，那我们现在的士林夜市的旅途也结束了。 对，等一下我们就要搭车回我们圆山大饭店。对，圆山大饭店，那我们要回去咯，拜拜。嘿嘿，那刚才打蜡烛得到奖品，走吧。这个，如果现在我要9点搭车。它里面是一个那个演艺厅，
是一个广场，是一个表演的场地，音乐厅。为什么是外面的造型啊，可是里面的造型是演唱会的地方，知道吗？对。士林夜市有吃有玩哦，还有夹到饼干哦，我们夹到两包，哦，两包哦，太开心了吧？对啊，等一下要等九点的接驳车要回圆山饭店了，嗯，8:54了，只要再等56分钟可以到，对，等接驳车来，我们就再回到我们的站，对，所以我们就在公车站牌旁边，对。我们打算读台获得。这里是圆山大饭店的夜景呢。我们在圆山大饭店。走。我们要去圆山大饭店，晚上的圆山大饭店还是有点不一样。很漂亮啊，你看这个灯，你说这个原本是白色的灯，在晚上就变成也是白色的。没关系，我们进到我们的入口，来，我们进去。哎呦，这个居然是透的。哎，看那原本黄色的牌子，它也是黄色的。没关系，假装有在录忍术，假装有在A 到嘞。哇，好快哦。What？ 真的假的？总共12楼，我们建筑9楼，你够几？我才刚说傻的，然后就到了，真是太傻的了。切！注意看这个，我们这个艺术品，它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这样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些艺术品的自己样貌。到游泳馆有自己的一套哎。饭店的电视有介绍，还有欢迎的说明，很棒哟。来台北搭火车来玩，住圆山大饭店是不错的选择。看看夜景吧，富丽堂皇的古典气氛，传达东方艺术之美。一定要来打桌球。圆山大饭店实在是太爽了啦，准备来探索传说的圆山密道。领取那个什么全部到齐了吧？对，全部到齐了。耶，我们要领取那个解说的证件，准备参加新密道之旅解说。饭店里的每个角落都有典故，都有能说嘴的事。全程有1个小时的解说，每日限4时段专人导览，能跟着建筑，跟着文化走廊上墙上的照片，一并穿梭这段属于圆山饭店的一甲子岁月。百年金龙由专业导览老师佩戴母鸡，参观者佩戴子鸡，可清楚地聆听老师深度解说，不必受现场杂音干扰，让您享受最专业、最有品质的导览服务。圆山大饭店被美国财经杂志评选为世界10大饭店的第7名。第一位哈来入住的国家元首是这一位，哈，伊朗国王巴勒维，哈，他那所得人数就是安信界的亲弟弟，所以是安倍晋三的亲的哈外叔公，他就认得他。三者他过来讲了，他是唱那个夜来香，那个是唱的。详细的导览你一定要来亲身体验。它是钢筋水泥的，高220，宽200公分，那密道的长度是85公尺，74个台阶。我们原路要返回哦，那是不是有个滑梯？写在眼前，大家知道吗？西密道有个滑梯是20公尺，那个滑梯是不能滑。
不能滑，不能滑，千万不能滑。为什么呢？东密道有吗？东密道没有，东密道就是在各位看一下，那边有一个蓝色的光在对面哈。那那个我们的滑梯是不能滑，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那个底的地方哈没有触底，它还有一个落差，所以你滑下去它冲力很大。它冲力很大，所以是不能滑，因为你滑下去，你的屁股一定会开花，这是非常危险。所以各位呢，不能滑。好，密道的出口就在车水马龙的马路边，但即使你站在这密道的旁边，你也只觉得这只是公园的角落，完全不会发现这就是圆山大饭店的新密道出口。该不会黄金都从这里运出去的啊？没有。圆山大饭店之旅结束咯，我们共同探索了美食的飨宴，浏览了壮丽的自然景观，享受了豪华舒适的住宿，并品味了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我们希望这段旅程让您心满意足。阿布吉旅游生活频道下一次再带领你去更多有趣的地方，我们下次再见哦，给我点个赞哦。走了走了。